这样。你就是 Lisa。你就是人家讲，你想什么好做？我要跟你合作，但是咱创一个咪咪梦。有啥物我传简讯的代志，啥会怎样？你讲一个秘密，下安哦也要通灵。要通灵？要怎做？真简单呐、啊，你要张清心，我要下安的财产。咱来一个一举两得，一箭双雕，猛拿兼接口。啊，想要怎做？卖金丢。哇，这是啥？这不是贵族的电话。卖小看这个电话，这是我成功的关键。这灵力消失了。攻曹操，曹操最高。喂，海恩，安总。我跟你讲一件很夸张的事情，我的通灵老师说你以后会把我害死，你听这够可怜啊。哪有可怜？好，别说这个，你等下要来找我吗？哦，我看不去找你了。好，你看时机这么紧就到了，这样那合作愉快。